在手机使用 AI Companion 去预览结果，我们使用我们的手机，好，来点选连线里面的 AI Companion， 点起来会出现的 QR Code， 这时候呢请你启动你的手机执行什么呢？要提醒同学哦，不是随便乱执行哦，在你的手机请你安装这个 AI Companion 这个，然后呢去启动这个 QR Code， 再去扫这个。那扫到以后呢，会抓到这个扣，就会出现了显示的画面。好，接下来我就来，这是我的手机哦，我们来看一下手机展示的结果。好，我手指点一下沙漠，就切换到沙漠照片、绣球花、水母等等，就完成了我们这个照片展示秀的基本功能的一个设定。好，这个再请同学试试看。